加油。好，父母录完音之后，要给小朋友上台之前，要给他打气啊。宝贝，加油加油！哎，鳄鱼帮他加油哎，肯定会想说啊，糟糕，我家小朋友是女儿，她不喜欢鳄鱼，她会吓哭。还有机器人，好，可以换不同的动物。宝贝，加油加油！哎，所以不同的角色给他打气耶。然后你可能会想说，父母小孩子还。